哎，柴哥，嗯，今天呢，我就当下你的司机了哈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准备去见一个大客户，柴哥啊，多多介绍一些朋友过来买车吧，嗯，可以，这个车行呢，我经过我的视频啊，现在卖出了很多台了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要搞一台，这一台新车的时候是100多个 W 的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是17W。嗯，来，就是这台了。嗯，这台说句心里话，你要看里面的这个表面也好，里面内部外部也好，非常的高大上，上档次。来，我坐下去，打个火给他们看。哎呀！西服啊，这全是电动的，这台车应该小凤非常喜欢的，一键启动，嗯，啊，声音非常好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肯定行啊，看是什么品种，啊，来，柴哥上来，嗯，好。哦，这台车很有分量，哇，拿人家的金链了，太重了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太重了。哎呀，柴哥，这个东西给小孩都不要啊！太重了，柴哥。哎呀，太重了，不行了，这是。我摔下来了，小宝，正在买点东西。不是，我来吃饭。放心。去了，那跟他们去了，我们去打球去。那去打球吧，拜拜。去那球场那里。但是有黑羊，爸爸，你和我去。好的，我拿钥匙去。好吧，我们去一下那边。拿什么钥匙？你快一点哦。我自动锁啊。你慢慢走。我这边关电的吗？我去看这个不。妈妈来一辆再回来吧。好吧，我们去打球去。好，走走走。好，柴哥，我们过这边来，往这边，往错方向了。嗯，对，这边。快点，柴哥！来，爸爸，今天坤坤，我们来到外婆家里，开不开心？不开心，有黑羊。哎呀，嘿，叫公呆。拜拜。公呆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叫公呆，叫公呆，叫公呆，公呆，叫公呆，哎，叫公呆去打球，叫来。公呆去打球。公呆，公呆，准备想跟你去打球了，走。